没想。来了。黑屏退出去重新。好的，我速效什么都带了。我昨天晚上主要是跟你们去对接那些商家，然后要睡了的话，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呢就等一会儿，等了一会儿再睡，所以就睡得比较晚，弄完了乱七八糟的，还挺久的。竹子真好看。没想没想。这个观察的位置好不好？咱们就这样看吧，行不行？他进不去，睡不出来了。你先，还有一些。哎，你先停在这儿了。怎么回事？老拍那个，怎么回事？救命！
你们信不信美香一会儿还回来？好点了，好点了。美香，她一会儿还得回来，因为里面关着门呢。里面这今天特别的，拉的屎特别多。你们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然后那个，而且是那个饲养员个儿最小的那个收拾。我估计的话，至少他要九点半才能，最快最快九点半，所以不出五分钟，美香就回来。你看看这个屎，看这屎拉了多少，哼，后边还有啊。你想一想，来了，嘿嘿嘿 ，coming。耶、yeah. ，回来了吗？肚子为什么这么大？你可以看看最近这个权威新闻发布的内容，里面有。行吧，来了吧，说明竹子量吃的上去了啊。大饼干，还放的？大饼干，还没进去，中间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大饼干。看看没想到哪儿了。第二关的，第二，八百九。感觉他后腿没什么劲儿，你怎么感觉的？我怎么感觉跟你的感觉不太一样呢？真的，不骗你，我说实话。没想欢迎大家啊，他不吃东西，他吃东西了吧，你担心他肚子大。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吧，咱们呢，我觉得像人一样啊，只要你嘴壮就行，你不吃东西了这个不行，对吧？前两天昨天刚看到这个关于说吃饭的这个事儿啊，古代呢廉颇有句话，对吧？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啊，能吃饭是福。所以呢，这个大熊猫只要能吃，啊，能动，能睡，能喝，啊，我们就应该开心高兴了。主要通过它的粪便、啊、来分析、啊，还有它的一些数据、啊、去分析它的正常与否。
说一味的您看他的肚子大啊，脑袋大啊，腿细，来这个分辨他是否是一只健康的熊猫，还是比较难的啊。全面的去看啊，别一棍子打死。咱这说这个话，一棍子打死的话，吃多少亏啊？你还往上冲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看这小花多好看。点波赞啊！哎，下来了。看我们数据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内容。好，那儿了，正前方了。我们这数据组今日数据还没来了。